北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梦时代大气球游行，我们压轴的队伍，让我们欢迎本次的活动大使潘玮柏以及 Open 家族，欢迎。我这只是说点激动，不真正会善意在传说。是的，我们看到整个 Open 家族在今天到齐了，而且压轴登场，包括大家最喜欢的 Open 酱、小竹文、小肉粽、小马猫、Love 酱，还有小桃等等，都一起来到现场共襄盛举。那要注意到的就是今天的活动大使，即将发行新专辑《全面通气》的潘玮柏，再次热烈的掌声加尖叫。伸出规模，两双手聚焦心中，体贴把你每个动作能接续。而且玮柏的新专辑即将发行，就叫做《全面通气》，也请所有喜欢潘玮柏的朋友呢，要继续支持好音乐。大家看到非常可爱的同一身份他们 ，Open 家族今天已经来到现场，而且呢，绝对是今天非常压轴的这个贵宾，我们的这些人偶已经来了。我想现场的大朋友、小朋友应该已经陷入疯狂了。来，请给我们的大使潘玮柏以及 Open 家族最大声的尖叫吧！我很开心可以来这边当这个活动代言人，因为这个很好玩啊，一个很特别、很新鲜的经验。你应该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气球游行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那感觉好像就是自己其实是来就是竞选的。因为就是一台车，然后就这样慢慢驶过，而且啊，我们在这个梦时代的大气球游行，可以说是一年人数比一年更多，对不 对？那玮柏据听说最近有这个即将发行新专辑的计划。是的，就是1月14号就会发行正式的第八张专辑，叫808。然后刚刚可能大家有听到这个歌曲叫《全面通气》，那这张专辑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希望它也算是2011年的第一张发行的专辑，是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支持。所以那个2011年，大家跟着一起全面通气，潘玮柏是吗？是